来，阿尔巴门骑的长途大巴售票处啊，在楼上。我们从早晨七点半，早晨七点半出发，一直开到现在傍晚，然后碰到他们，他们的头发是红颜色的，根据这个项链能决定出他们是第几任老婆。为什么他们一脸懵逼的样子？这边钱破了，然后他不走。在半夜，我们的车子陷在沙子里面。1, 2, 3Thank you.